因为一开始定来关心的消息，前天纽约各个机场呢接获了班机上有化武或是整个呢炸弹的消息，才隔了一天，西岸的洛杉矶国际机场也经传了电话威胁，而且这一次电话点名长荣航空班机。好，透过最新的画面，您可以看到遭到点名的长荣航空12号班机呢，在当地时间礼拜二下午的时候，就是平安降落，还好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。目前长荣已经向美国的当局来通报，洛杉矶警察的这个包括呢航警则是派遣防爆小组来上机来处理， FBI 也启动调查，包括美联社以及呢美国 ABC 新闻网都在报道这件消息，不过官方并没有说明细节，还没有办法证实知道威胁者的身份跟真正的目的动机。而稍后呢，这长荣航空也会召开记者会，表示会配合 FBI 来进行一切调查。